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 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天在韩国论坛受到关注的几个贴文。时隔六年的 BigBang 三人合照， BigBang 成员 GD、 태양、 태성三个人时隔六年公开了团体照。虽然不知道还会不会回归，但是只要能看到合照就很满足了。只要你们四个人幸福就好，这样偶尔见面上传一张合照就已经很幸福了。如果能发表一张专辑的话就更好，我会等待20周年专辑的。前几天 GD 还上传了所有成员们的脸，珍惜着组合，不觉得是解散，所以不要再说是最后一首歌什么的了。The Seraphim 歌曲中常常会出现的这个Desire， 当名词的时候是渴望、愿望、欲望，当动词的时候是向往、要求。跟 Desire 单词最相配的组合，常常会出现的是成员们的可爱，常常会出现的是成员们的努力。SHINee 태민唱的종현하루의끝，今天4月8号是 SHINee 종현的生日，而今天 SHINee 的막내태민在 IG 上传了 KERBER 종현하루의끝的影片，弄哭了粉丝们。종현听得到的话应该会很高兴很幸福，因为 태민 我的心情也变得很暖，希望 태민 종현 都能过一个温暖的一天。这么棒的声音希望能传到天上，谢谢你，我真的很怀念他。我到现在也无法听 하루의 끝，什么时候能够很平常的一边回忆一边听这首歌呢？30位 Highlight，29位 Golden Child， 28位 Only One Of， 27位 One And Up， 26位 DKG。25位동방신기，24位크래비티，23位 2PM， 22位 픽스，21位 One On One，20位 Super Junior， 19位 NIP， 18位 ATG， 17位 Treasure，16位 Infinite，15位 Pentagon， 14位 Winner， 13位 Tomorrow by Together， 12位 Astro，11位 Stray Kids， 10位 SHINee， 9位 Big Bang， 8位 Monster X， 7位 The Boys，6位 B2B， 5位 NCT， 4位 Teen Top，
三位 EXO。二位 Seventeen。四月男团排行一位是彭坦孙元的，最多相关关键词是记录突破达成，其名 Pre Sugar。 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89.04%。 接下来是女团排行，三十位 Bling Bling。 二十九位 Alice。二十八位 Lady Squad。二十七位乌尔。二十六位拉布。二十五位 Rocket Punch。二十四位西格尼切。二十三位 Kepler。二十二位 Yes ID。 二十一位 Dreamcatcher。 二十位一级。十九位 Aputy。十八位 MX。十七位 Kirsty。 十六位 Promise Nine。 十五位 Mamamoo。 十四位 Stacy。十三位 Hikey。十二位乌珠索牛。十一位 Oh My Girl。 十位 Aespa。 九位 Lisa Pin。八位 A Pink。七位孙正熙的。六位 Red Velvet。 五位 Yoja Eater。 四位 Twice。 三位 IVE。二位 NewJeans。 四月女团排行一位是 BLACKPINK，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记录公开上市，基础 Good Game。 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93.27%。